好的，首先有请我们的突击队的队长啊，带领我们队员跟大家打个招呼，然后做一下最终的自我介绍啊。我们统一往左边一点是吧？来，统一往左边一点，可以吗？左边两位可以，好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张毅。我说一下怎么开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张毅，在这部电影当中扮演的角色是消防突击队的队长杨瑞。大家好，欢迎。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黄景瑜，我在这部戏当中扮演狙击手顾准。大家好，欢迎。